刚才在楼上有看一部就是道歉的纪录片这样子，然后里面有个阿妈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让我非常感动。然后我就写说，就是应该要面对事实，然后其实不只是让阿妈们心中的少女自由，也是放自己自由。因为我的卡片主要人，我主要叙述的是人权议题。我们现在是青少年，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种子。我们现在这个事件的目的，就是要由我们自己出发，把这个人权议题带到我们青少年的生活中，让更多青少年认识这个议题并了解，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关心这个议题，使得这个议题不会在历史的洪流中遭到遗忘。